一天能答，我们已经结束了16天的帕尔马修哈第二期的一个第一批学员的一个课程，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感觉收获还是蛮大的，我想说一说我的感触吧，因为有连续16天，每天从早到晚不停的。跟着师傅，跟着我们公修的一些灵修的这些朋友，然后一起去完成这16天的课程。我们每天从早上8点半开始，一直几乎到凌晨1、2点，乃至于到2、3点，每天基本上24小时可能会跟着我们这个课程一起度过。每天是早上是会听很多很多，就是一起共修的这些，上过课或者说是跟着师傅一起学习的，共修的人，然后他们会分享他们跟师傅的一些故事，还有他们的一些心路历程，然后每天也会有师傅的搭讪，还有开示，然后到晚上会有这个。超能力的显化，这整个过程其实都是不断在强化你在灵修这一个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就是每天会沉浸在和跟灵性上有所帮助的这种能量场里面。其实我很希望就是每个人都能够参与进来，然后让自己切身的去感受自己。思想上和整个身体上的一种变化，因为我们最终其实是需要开悟，那在开悟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些所有的课程，乃至于你可能在你自己的一种灵修方式上面，其实都是为了去打开你的这种认知度，包括你现在可能所理解的这种二元世界，还有一些，你因为情绪，还有一些，生活上面有可能不如意的事情，影响到了你的整个人生。那么，通过在灵性上面这种提高的话，你会对你就是自己在生活，在你可能面对一些处境的情况下，会有很大很大很大的帮助。因为你的人生路实际上是你自己显化出来的，那么在显化出来的这些过程当中，你需要去做出一些你行为上和思想上的这种转变。其实换句话说，就是灵性上的提高，然后打开你自己所有的感知度，去认识周遭真实所有的一切。这样的话，你在处理和解决，乃至于你。当下的每时每刻，都是你自己所感受到的，你的时间和你的空间和你的生活。所以参加这个课程，它在你灵性上面是有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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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帮助。因为就像很多人去参加很多培训一样。那么，在一个高密度、高时间、高聚集能量这种时间聚集比较集中化的这种形式和方式这种学习的情况下，在你灵性上面一定会很有提升，所以我们一定会在通往开悟的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近，越走越近的。也希望就是其他人也都能够一起参与进来。那谢谢啊，你简单的。